大家看到的就是被称为福州老五样的五种金鱼，它是属于老福州人比较爱养的五种金鱼品种。这五种金鱼的话各有各的特点。现在养殖金鱼和古代养殖金鱼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设备的区别。 翻开福州人的城市记忆，金鱼在历史的长河中繁盛、传承、发展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福州人。